12号李佳瑞，21号易波卡。频道呢是连续两天跟大家一起看球的球评何守正一起来进行球赛讲解的服务，这样子才可以减缓他们抢篮板的一些机会。李佳瑞转身之后，手部这边被吹了手部为例。一直想要争取就是犯规的部分，这是他的可能是说金榜的这边手是不是有去干扰和影响？啊，吉诺大叫，戴维斯应该3秒了吧？泰勒直接在外围打起来，阿敏这边一个long two的尝试，嘉瑞这边转身要打杨敬敏，嘉瑞从三分线果断的就是决定要硬打，哇，成功防守，对，往前面给李嘉瑞，这边右手上篮得分。火锅来看这，但当然是说起来很简单，你要做反就很难，毕竟他们现在对方就有阿提诺气势展现。把换手运球之后，这个抛投让李佳瑞拉下这个防守篮板，然后夹过来，来看一下李佳瑞的空间。李佳瑞右手的战斧式飞扣，天哪，我看了什么东西啊？就觉得看本土这样子可以扣，其实是更开心的。他已经收球了，阿提诺在弧顶，直接往里面掉。李佳瑞篮底下这个机会，要到了陈俊南的犯规。哦，阿提诺接球，由麦迪高去协防了啦。那这边这个位置也是嘉瑞的顺手边，所以他习惯这样的弹跳的方式。刚才这一罐确实对于工程师的气势来讲是相当的重要。对，也希望这一罐可以让嘉瑞的自信心提升。戴维斯，两个人是卡在一起啊。这边李嘉瑞再来一个三分球，以下开放留言道歉啊。李嘉瑞在第四节拿下了6分，高。有臂展，有运动能力，而且同时也有很柔软的出手的感觉。李佳瑞给到泰勒，就直接翻身跳投。走这种，好像他就接球以后直接转身跳投。随着时间到点，做客的新竹接口工程师是一个多达25分的差距。其实就是因为我们的Will被包夹嘛，然后我想说，因为我的人去包夹他，我就 follow 进去，对，然后刚好就有一个机会这样。